ือว่าอยู่ไว้ทุกโมเดลมาจากที่ไหนอยู่เชียงโมเสร็จวันอะไรก็ใช้ก็สั่งยูทานยูทานยูทานแม่กวนเชียงยูทานก่อนI'm
哎呀，我的妈耶，他这是整整的嘛，一晚上嘛你也睡不起。来吧，你这狗哎，你啥子？你卷起，站高点儿吹。站哪？姐，我是说大金子都睡不起，搞了半天他在背后烧老子阴阳过来，你给我站过来，气死你！我。你们爸爸真的不来劲点儿，我就该打我。你们要是不来个点儿，我就把他打哭，你信不信？还是他老婆把他收拾得服服帖帖。是的，是的。其实，在我们四川，凡是把怕老婆的男人都有一个统称，晓不晓得叫啥子？哎呦！哎呀，就是女生的声音。对。是每一个都没开枪吧？看得出来，青帮精灵帮灵，天下的掏耳朵都是一家人。可不是吗？北方要去内气吧，你看。不过高手还是出在我们这边，咱们是起源地。哎，因为有一年成都举办掏耳朵大赛，听说到前十强的选手都站到了舞台上，主持人宣布把老婆的都站到这边来。啊，你穿一个，刷刷刷又过去了八步，留了一位戴眼镜我乔二郎队长，你看我小西了怎么都不过去？主持人就问先生，你不怕老婆上来干嘛？郭哥说了一句话，把下面的人全部甩了。说的啥？我老婆说过，人多的地方不准我去。哎呀，妈！组委会当场就把冠军颁给他。好嘛，还比啥子嘛？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极品。哈、啊、哈，你开个玩笑，郭哥晓得好豁达。朋友们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好男人都是这样挑选的，知道吧？那么接下来将为您请出我们西南地区的首席金鼓演奏家周鼓章老师，协同于若洲老师，还有我们的刘慧老师联袂带给您演出《霸王别姬》。